各位知书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斗嘴一班系列的作者卓盈。斗嘴一班是专为小学生而创作的一本桥梁书系列，不知不觉间已经出版了五年了。当初为什么会创作斗嘴一班系列的呢？其实在五六年前，我女儿她就读幼稚园高班的，她刚刚准备升小一，她就很想看一些比较多文字的书，她就很想我创作一些适合她看的故事。於是我就決定創作鬥嘴一班系列，希望可以幫到跟他差不多年紀的小朋友，希望能夠透過閱讀鬥嘴一班，閱讀圖畫故事書，一路慢慢過渡到去文字書。今年香港書展鬥嘴一班將會出版特別版，今次是講述鬥嘴一班成班同學參加由學校舉辦的遊學團第一次衝出香港，究竟他們會去到一個什麼的地方呢？旅程之中又会发生一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呢？这本特别版还会加送斗嘴一班五周年原子笔，而且这本书还会以颜皮精装印刷，特别有收藏价值。特别版会在今年香港书展和大家见面，大家记得密切留意啦。